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骨气”这一词说一句话。骨气，기계，기계란뜻입니다。그럼어떤게강직한기계？강직한기계，혹은굽히지않는기계。기계이런기계들이있습니다。그럼우리문장을읽어봅시다。你真没骨气，你真没骨气，不像个男子汉。你真没骨气，不像个男子汉。男子汉大家都知道吧？男子汉사나이。대장부혹은안자이렇게이해도되겠습니다。那么你真没有骨气啊！당신은정말기계가없어요。사나이답지않아요。不像个像같다답다하는뜻이죠。确实，确实有这样的男人，이런남자들이죠。기계가없는남자들。그러면저희가난지한이리냐요고치사나이대장부로서기계가있어야하죠。好，那么我们最后把这句子再读一遍。你真没骨气，不像个男子汉。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